请求英雄贤的名字而战，人们跪祭，请求集合。 是吧？你打这个老虎啊，一定要学会反野，不反野炸裂。反蓝，不让这个韩信拿蓝。懂我意思吧？不许这个韩信拿蓝。 然后拿暴君，哎，来人了，小心，给了个大，拨一下，一手惩戒，拨他一下，开个盾，拨他一下，拨他一下，换咬跳再见，吃口药往这边走，过去咬一口 ，A 一下 ，A 两下再见，拨一下再见。哎，别浪啊！你不浪，这个蓝都是你的，朋友。 推一下，哎你，哎你们这个太逗了吧！啊，过去回头踩他一脚，哇，朋友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这样，韩信缓过来了呀。 哎呦，好烦呐！本来这个韩信崩了的，他这样一波就有喘息的余地了。别闹啊！完了。 哟，活下来了，运气真好，给了我个盾吧，应该是。过来拿蓝，你过来拿蓝。
哎，长不到。啊！进草，不要！啊，比较麻烦这一把。你看下路兵线在推，所以一定会有人分到下路去的，我们就直接打这个暴君，打这个主宰就行了。哎，我慌了，哇，吓到我了。是怎么就这么难死呢？这个人，我们的队友呢？这半天打不死他。
就韩信心态崩了吧，他怎么这样玩了？为求英雄前的名字而战，会优先推塔。哎，我发现我这个能量回了半年还没回上来，急死我了。哇！这个死胖子两下把我打死了！哇，这个小胖子，啊，气死我了！他站在草里面就是三巴掌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没了，真快！这小胖墩打了我一波，发了财呀，600块钱呢。不敢瞎丢技能，一天到晚能量不够，瞎跳。活他，打这个胖子！把自己当射手，远程输出，拨他，懂我意思吧？拨。过来，刀脸上来，还有你过来，韩信推塔，哎，别！打他，就打这个小胖墩，别让他到我脸上，我怕。跳摇摇摇摇，哎，波，走石妖。优先推塔。波。哎呦，这个能量，瞎用能量真的是，有点慌。草里面是有人的，大招啊，可以。我是不是装备一直没更新了？起，啊，我不在，你们行不行？别让我失望。完了，梦琪进场了，哇！一巴掌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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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咚咚，打不动，去！哇，梦琪现在有点强啊，这梦琪要打主宰了。哎，这个梦琪伤害真的高。
哎，我。哎呦，真的是快！要风筝他，别站在他脸上打，他脸上打会吸，气死了。攒一下能量。都死都死都死多。好，GG。就是你到后期你尽量还是把自己当射手玩，开个二技能在后面点就行了，好吧。啊，我真的是让我打野就能赢，我是最强王者参见，我不轻易叫神仙，我是最强王者参见，我的团队一时都超